今天这个别开生面的迷你狗展览，展出的狗有北京狗、博美狗、约克夏狗、小型的杜宾狗、斗牛狗、小型腊肠狗、贵宾狗、巴哥狗、波士顿狗、吉娃娃狗、马尔济斯狗等，一共11种，有40多只，而其中以北京狗跟博美狗最多。这些狗最大的也不过1英尺半长，不到1英尺高，小的甚至可以放在手掌里面，或者是放在我国的长袍的袖口里面。它们的颜色也不同，有的雪白，有的棕黄，有的漆黑。它们虽然已经失去了原始的看门或者是狩猎的用处，可是作为一种珍玩，却也有一种特别的趣味。